嘿，大家好，大家好，听到嗬？听到我讲嘢嗬？早晨，早晨啊！多伦多嘅朋友咁鬼早叫你哋起身听。好，午安。嗱，香港警方咧今朝宣布修改警察通例，佢话佢从此就唔再承认记者协会同埋摄影记者协会嘅证件。中港融合呢又行前一步，我话你是记者你就是记者，我不话你是记者你不是记者，共产党就最憎新闻自由。事实新闻自由是一切民主政治的基础。当年在台湾，如果不是郑南榕自焚而死啊，逼到蔣經國開放新聞自由，就唔會以後跟住李登輝嘅公開選舉啊！台灣人民可以一人一票選出自己嘅總統、自己嘅市長、自己嘅立法委員。其實好諷刺，今日香港警方揀今日宣布啊，唔再承認記者協會同攝影記者協會嘅證件。今日係秋分，一年裏面365日，只有兩日，春天叫做春分，秋天叫做秋分，即係春天嘅中中間間嗰日，或者係秋天中中間間嗰日，一年就只有呢兩日，日同夜個比例係啱啱一半嘅。夏天就日长夜短，冬天就日短夜长，一年里面就只有两日，春分同秋分，啱啱地恰当地将日夜分为一半，所以中国的历史就叫做春秋。春秋就是话俾你听，佢就是一个天平，历史本身是一个天平，佢唔理你权势有几大，唔理你富可敌国，做咗呢样嘢就记低呢样嘢。齐国时候有个权臣叫崔杼，崔杼弑其君，齐国嘅太史就记低呢五个字：崔杼杀佢，因为系世袭嘅史官，所以佢细佬继位。崔杼睇下个细佬点写呢件事，佢细佬写塔五粒字，崔杼弑其君，一样将佢杀埋，到第最细嘅细佬继任，全国震惊。南方有个南史士捧住个墨砚跑上去齐国山东啊，佢担心冇人敢写，冇人写我写，但系崔杼已经停咗手。原來唔改得嘅，佢放棄咗。呢個就係後來文天祥《正氣歌》第一句所舉例裏面舉嘅「在齊太史間」，呢個就記述咗呢件事，記述咗喺《春秋》孔子嘅《春秋》裏面。《春秋》就係咁樣。500年之後，孔子500年之後，司馬遷寫《史記》推崇孔子，佢話佢嘅《春秋》做咗三件事。呢三件事就係、是。贬天子、退诸侯、斥大夫，天子没有做好他的工作，春秋就贬斥你、批评你，贬褒贬的贬，贬天子。天子做得不好，并不表示诸侯可以僭越，各路诸侯轮住称霸，所以孔子的春秋退诸侯，喝住他们，你的本分不是这样，周天子仲喺度，你唔可以妄自称霸。至于诸侯身边嗰班权臣大夫，直成就唔使讨论添啦，净系闹斥大夫。成本春秋就系咁，因为孔子嘅观念里边，一个时代嘅败坏系由执掌权力嘅人导致嘅，所以佢贬嘅系天子，佢
退嘅係诸侯，佢斥嘅就係大夫。簡單啲講一句啊，佢將成個時代嘅權勢都得罪曬，因為佢哋做得唔啱，導致到春秋亂世。可能有人會問，點解佢唔鬧啲平民嘅嘛？平民都唔係好人啫，當時。寫歷史嘅人唔需要批評冇權勢嘅人，社會嘅風氣係有權勢嘅人導致的。香港係一個國際城市，一步一步價值咁剝落，呢、這個就係過去幾十年，1997之後幾十年啊，港共政權嘅努力，想將香港融入咗國內嘅城市裏邊，係嘛？白髮魔女話：香港人安心做於一個直轄市，咁咪咩問題都冇咯。但係唔可能，唔可能係在於呢個文化、呢個社會嘅價值、核心價值、市民嘅追求，已經唔可以安心做一個圈養嘅牛羊豬狗。呢、這個就係歷史嘅悲劇。呢、這個亦係香港到依家啊，香港人抗爭意識從未低落嘅原因。大家好嚇，今日係秋分，過咗秋分就開始進入秋天嘅下半部。我哋睇下國際局勢，今年庚子年，國際嘅局勢真係瞬息萬變，但係個舞台焦點仍然喺香港，圍繞住香港嘅發生。最近的走勢你見到美國和台灣可能很快恢復邦交了，斷交40年，為什麼當年斷交？當時美國共和黨的總統尼克遜認為世界最大的威脅在於蘇聯，所以叫聯中抗蘇。當時他用他的國務卿基辛格穿梭外交，秘密訪華，安排了他和毛澤東啊在北京見面。他本人和周恩來在長城漫步，由於要取信中共政權，所以他唯有出賣台灣。斷交40年，亦是共和黨，亦是共和黨執政，他們的總統特朗普加埋國務卿蓬佩奧，可能發現到真正威脅人類文明嘅係中共呢個專制政權，所以斷交40年嚟，美國最高級別嘅官員、國務院次卿走入咗蔡英文嘅總統府。同樣嘅時刻，美國駐聯合國大使約見台灣紐約代表，共進午餐。對住記者要公開咁講，佢哋個話題係協助台灣重返聯合國。跟住台灣駐美代表蕭美琴喺 Twitter 上面帳戶，喺佢個 Twitter 帳戶上面加翻上台灣駐美大使，大使 Ambassador， 台灣駐美大使嘅銜頭。佢本來個正式官方身份係駐美代表。蔡英文和國務次卿的蔓延中間又夾了個台積電的張忠謀，事情越來越立體化。如果中國目前的處境，台灣和美國復交的關鍵因素其實是台積電。台積電和英特爾是世界晶片的龍頭企業，台積電是華為的主要晶片供應商和代工。最近美國邀請台積電去到美國亞利桑那州設廠，轉移南京的生產線，主要是停止供應華為，沒有台積電的華為一劍封喉。美帝步步進逼，撤了駐華大使，又不公布繼任人選，趕盡殺絕華為，禁咗 WeChat、抖音、TikTok，
關閉全美的孔子學院，禁止有解放軍背景的大陸學生，進一步收緊大陸學生赴美簽證，限制中共外交人員的活動範圍。一招接一招，一招接一招，從來沒有停過，全方位簡單地講就要令北京難堪。美國在這裡等，等北京主動宣布斷交，等解放軍武力犯台，他們的航空母艦戰鬥群，兩艘航空母艦戰鬥群依家在南海啊海面等緊中共的東風導彈，他們看死中共無力用武，不敢斷交。北京的應對是什麼呢？北京的應對是習近平突然打起公私合營的大旗，這個是有跡可尋。習近平兩年前都曾經突然提到民營企業家都亦是他們的自己人，這樣說喂，他不說其實大家都不知道，原來共產黨這班紅色血脈一直都不當因政策致富的商人是自己人的。兩年前突然間由他嘴巴講出自己人三個字，那就是說商人同黨都有道義責任。中共中央辦公廳日前推出了一份新時代民營經濟統戰工作的文件，只是要整合民營企業的力量，加強管理和控制。這個是中共建政以來第二次發出類似的指示。1951年發出過一個統一戰線工作報告，為的就是1954年公私合營政策作理據。所謂民營經濟人士，根據這份文件講，是包括投資者，包括控制人，包括持股人，包括民營的中介合夥人，以及在內地投資的港澳人士，不包台商，因為港澳已經回歸，所以包埋港澳的投資者，那班有錢佬從此就睡不著了。他要對付這班人進行統戰，他內容是這樣說，他說要這班民營經濟人士要做回政治上面的明白人，這樣說意思就是說現在很多都不是明白人啦，只是顧著賺錢賺錢，就想著調錢出國，出國就去美國投資買物業，去澳洲、加拿大、英國、歐洲，是不是子女全部調走曬錢，你都不是明白人嚟嘅，只是顧自己賺錢，有冇顧全大局呢？喂，嗱，報告又咁講，要樹立國家情懷，要以產業報國，要實業強國為己任。啊，中共建政之後就係呢幾句咯，係嘛？用公私合營嘅政策並吞咗所有嘅私產，再推行老毛嘅三面紅旗經濟政策。總綱領、大躍進、人民公社啊，呢啲咧其實依家啲自己號稱建制派嘅咧，佢知唔知來龍去脈噶？其實係嘛？呢一個個就認諗住建制派啊，諗住親共有著數，著數得嚟都要做下功課。成個來龍去脈係點樣？中共點樣發跡？1921年點喺上海？跟住點樣殺土豪、打地主？啊，分田地、分資財，一步一步點出賣國民黨三次合作，其實都係一個陷阱，係嘛？因為道路是曲折的，啊，前途是光明的，所有都係手段。完全不需要遵守，亦不重要，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要啊一个共产世界，取消私产，是不是？这些要大家理论，你要理解他们的理论基础啊。
取消階級，只有兩種人，一種就係佢哋，一種就係你哋。佢哋即係幾個家族，啊幾個家族就管曬你幾塔所有嘅人。你哋嘅產就係國家嘅產，嗱，依搞清楚，國家嘅產會將來有機會落喺佢私人嘅產上。中共建政之後就用呢個政策，用公私合營嘅政策吞併咗所有嘅私產，跟住推行三面紅旗經濟政策，當然失敗啦，大躍進餓死四千幾萬人，係嘛？人民公社根本無路可行，所以七六年老毛死咗之後，鄧小平跟住復出，七九年掌權就全面走資，反共走資，走向市場，係嘛？每人可以擁有私產。其實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反共走資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是什麼？就是讓人發達，不要再對商人搞統戰。當時他用他的橋擺拍檔丁關庚，丁關庚本來是鐵路部長，什麼大鑊，是吧？但什麼鑊沒問題啊，你的拍檔就叫鄧小平，所以讓他做統戰部長好使好用，這些什麼鑊的人是最好用的了、你看看林鄭怎樣用聶德權，這個純粹的政治手腕就是老等用丁關庚的手腕，從此聶德權死命護主啊，大佬係嘛？對公務員，你睇下咁大件事，全港檢測本來屬於 CS 政務司司長的工作，佢唔係佢俾聶德權做，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做啊，架空咗呢個張建宗係嘛？又要騎住個陳肇始，點解啊？呢、這個係死命中心，因為佢死過一次噶啦，佢得罪咗樂慧玲，佢喺對基本法嘅理解唔及得我哋新任中聯辦呢位山西省省委書記，當年鄧小平用丁關庚任統戰部部長，就係唔對商家搞統戰，俾佢哋喺自由市場自由發展，這個咁嘅放任咗幾十年啦，放任了差不多四十年了，現在似乎應該要結束了。突然中央辦公室說公私合營，要以有錢佬做明白人，在金錢世界金錢至上的大陸商界要樹立國家情懷產業報國，很嚇人，好難真正實行和執行，這個要有個大背景，有個大背景才來得自然。舉一個例，如果這家國難當前，亡國在即了，是嗎？你們要產業報國，你們要國家情懷，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有廠就出廠，有個集團就出個集團給國家產業報國，機會嚟啦！哇，呢啲説話講出嚟，嚟得恰當，激盪人心。所以目前最重要做一個乜嘢方式，就要製造一個全球針對美帝小日本，係咪啊？英帝針對住新八國聯軍又奪殺到北京啊！這個時候阻我中華崛起的形勢，在國際實際的處境裏面，國難當前，公私合營就是國家內循環的需要，全國的商人都應該實業強國為己任，這個時候咯，這樣背景就合理了，又呼應到了，又容易做宣傳了，是吧？八國聯軍又嚟，天下為宗，國有國難啊，係咪啊？香港亦有港有港難。香港嘅警察竟然同廣東公安聯手合謀賣咗12名逃亡港人豬仔，特區政府完全失去管治香港嘅意志。保護香港人嘅天職，佢可以不聞不問。鄙視專業，香港的醫護說
唔係反對，唔係完全反對全民檢測，但係要三管齊下，先要封城，二要全港市民禁足，再強制全民檢測，揾到嘅病源引伏帶菌者，呢、這個就係武漢經驗。但係政府嘴巴就話跟足武漢，但你做嘅第一部分封關唔做，第二部分啊禁足唔做，第三就淨係話做全民檢測。點解你哋反對咁講？係抹黑中央，係咪啊？係反中央，抹黑中央同香港嘅關係喎。俾個帽子你，我睇你點頂？全部犯國安法啊！你班友係嘛？你反對全民檢測，即係反北京，即係反中央，即係反香港同中央關係。全部要調查有冇外國勢力，有冇買美金，外國有冇親人，仔女喺外國讀書，哇！一查開嚟，全部都有罪，五百幾萬人有罪，係嘛？得百幾萬人去檢測啫，五百幾萬人公投反對啦，五百幾萬人反對，唔使錢你都唔做，你即係抹黑中央啦，係嘛？抹黑香港同中央關係啦，反中央啦，咁有冇人有外國嗰啲親人啊？喂，全部有外國勢力係嘛？全部國安法，五百幾萬人犯法。啊，咁就好啦！拘留所徵召全港學校、中學、小學、大學作為拘留所，全部拘留，係嘛？舊生嗰啲自己揀翻自己間母校嚇。冇註冊嘅大陸醫護可以喺香港工作，因為需要啊嘛。先例一開，將來只要港共政府認為有需要，咁照辦主管咯，係嘛？拗咗幾十年，拗咗二十幾年啦！呢、這個咁嘅關口終於有用啦！嗱，呢、這個暨南大學嘅醫學院係嘛？二十年抹馬厲兵就係等緊呢個大時代嚟啦！國內醫護都嚟咗咯，咁嗰班大陸教師嚟香港教普通話、普教中仲會遠咩？改變一個社會嘅核心價值、市民價值觀，一定要由教育做起。呢一點。2500年前春秋時期個孔丘都知道，共產黨又點會唔知啊？嚟香港啊，未嚟香港港共嘅重點工作，一定喺教育政策上面做大手術啊！楊潤雄冇包袱噶，首先佢嘅兒女從來冇參與過香港嘅校園，佢啲仔女喺中小學已經喺香港啲國際學校讀書。目前就在澳洲讀緊大學，佢本人對教育冇認識、冇熱情、冇所謂。啊，最主要佢本人冇良心，咁就啱做教育局局長啦。啊，呢、這個就啱啱好。邱騰華仲喺度死纏爛打，對世貿對 WHO 講 ：Hong Kong is not China。喂，你整個政府幾年嚟嘅主要工作就係大力搞咩中港融合啊嘛？乜嘢只有大灣區沒有香港啊嘛？梁振英都講咗好耐啦，喺嘴巴喺 Facebook 係咪啊？寫文章，警察嘅夢想都係想退咗休喺惠州置業，睇下西湖景色啊，係咪喺深圳嘆下海底撈？佢哋人生最大嘅享受、最大嘅夢想㗎啦！喂，美國美帝啊，美帝305新，佢話如果香港實行國安法之後，香港過往嘅特權冇噶啦，有別於大陸城市嗰啲特權會全部被取消。咁你如期進行咗國安法，咁依家有咩大叫 Hong Kong is not China 咧？當年尤惠晶議員在立法會同樣講了都是這一句 Hong Kong is not China， 就被港共政府啦、建制喪屍啦、窮追猛打封殺至今。邱局長你400多萬年薪，你只懂得重複大叫尤議員這句口號，你有沒有問心有愧的？林鄭心血來潮話香港冇三權分立，只有三權分工咁講啊！三權都要向佢本人負責。啊，終審庭有一位非常任
澳籍的法官阿施國民咧就即刻翌日就辭職。你今日講，我聽日走，我都唔同你班契弟玩。正直君子離去，骨牌效應就開始來臨，冇咗司法獨立啊！終審庭啲外籍法官走曬嘅話，咁點留住全球資金？人哋點信你啲法庭咧？點做金融城市呢？不務正業，單靠炒賣中介就可以致富嘅時代終結，制度崩壞，價值淪喪，官員埋沒良心，警察喪盡天良，係留係走，家家户户又開始討論，又開始舉措艱難。亂世，我個經驗最好就是讀杜甫，佢嘅詩都活喺人間，都喺現實嘅生活，用一個尋常百姓嘅眼界同高度去見證時代嘅不堪，用中文思考，凡親用中文嚟做思想工具，說話好似我呢啲寫作都識得背誦佢一首。冰居行，冰居行是一个很现实的写实纪录片，就在盛唐杜甫的时代，杜甫迟过李白少少啊，未到中唐，在盛唐，唐朝是中国历史上面最强盛的两大朝代之一，一个是叫汉朝，一个是叫唐朝，现在是到世界各地度度都有個唐人街，啊！李小龍拍第一套戲都叫《唐山大兄》，係嘛？唐一直係以啊中國人以呢個朝代為榮嘅鼎盛朝代，所以我哋叫唐人街，我哋叫唐人，係嘛？冰居行喺背景係唐朝嘅盛唐，即使係最好嘅朝代，即使係最強盛嘅頂峰，低層社會。一樣是有他的苦樂、苦況、艱難、政策的不堪。個詩開始就咁講，呢個係一個紀錄片，寫實描繪一個 wide shot。居倫倫，罵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夜娘妻子就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動竹難渡哭，哭聲直上干云笑。杜甫生于盛唐，理论上历史上的难得盛世，唐朝里面最好的时期，但社会上面最低下的阶层基层一样是悲惨的。唐朝武功鼎盛就会四处用兵，用兵就要捉壮丁，民间的壮丁要想尽办法逃兵役，政府就找人去捉。杜甫活在基层，他用他的路人眼界记录他见到的所见所闻，他好像今天香港的民间记者，现在今天警队说不承认那些，我不承认你记者，我说你是你就是，我说你不是你就不是，是了 OK， 他连不承认记协的记者，请杜甫用自己的私人身份用诗来记录见闻，这个就是历史的初稿，就是今日秋分的时候，春秋点解叫做历史，历史点解叫做春秋，一年只有两日，春分同秋分，日同夜是一个天平来的，历史就是天平，是记录事实的天平，新闻记者用他的镜头和笔记录历史的初稿，杜甫用他的诗写落了读历史的初稿，所以杜甫的诗又叫做诗史。诗的开始，一开始居伦伦骂萧萧，杜甫逼埋混乱的街头，这个街头就好像现在九龙旺角弥敦道一带，是吗？人车争路，弥敦道山东街、弥敦道亚加老街，是吗？亂七八糟啊！車趕路，馬西叫，居倫倫，罵蕭蕭。
咩人咁多啊？行人弓箭各在腰，每個行人個腰旁邊都咩？都綁住有弓有箭，捉壯丁入軍隊嘅畫面出咗啦。杜甫再跟住鏡頭一 pan 落去，佢見到耶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基層、貧窮、底層都有父母，都有妻兒，人人都有嘅親情。香港嘅警察有冇讀過呢一首杜甫嘅《兵居行》？你讀過呢一首詩，你對示威嘅市民就唔會咁瘋狂滅絕。路面送行嘅人多，有幾多啊？塵埃不見咸陽橋，當時係長安啊，泥路啊，灰塵揚起，整座咸陽嘅橋都見唔到啦。咁嘅送別，一別就永別噶啦，以後都見唔到好可能。所以牽衣掹住件衫，頓足抌地，攔到哭，攔住身邊喺度喊，唔俾佢走住，留得一秒得一秒。呢啲哭聲直上乾雲霄。喂，老友，咁嘅畫面我見過嘅噃。你話香港都冇徵兵，見咩過啫？我喺九龍城嘅啟德機場見過同樣嘅畫面。82年，戴卓爾夫人訪華，展開咗香港前途嘅問題。佢見咗鄧小平，跟住前途會談。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跟住就開始籌備基本法。89年北京發咗一場六四嘅血洗天安門事件。呢幾年香港嘅移民潮，啟德機場嘅離境大堂咪就係咁嘅樣嘅咯。香港人用腳對共產黨投一票不信任票。97年佢要移民。移民不是急切需要，移民想告诉共产党，我对你不信任，我对你的政权不信任。当时我自己工作的编辑部，几乎人人台面都有份加拿大领事馆那些移民的表格，哇，那份东西成搭那么厚，成串厚。我掀完一次之后，整个人晕了。好彩当时有个同事小欧就说，哎，我填紧，我帮你填埋了。又問阿爺個名字、阿嫲個名字、外公名、外婆名、出生時間喺邊度？哎，我未見，我未見過個有啲，佢話未見到都要填嘅喎，所有嘢填到祖宗十八代，乜鬼都填暈曬。佢又幫我填曬，淨係簽個名字，幫我記埋添。我記得建領事個大肥佬嚟嘅，當時喺交易廣場 Exchange Square 嘅 Tower One 十。六樓定十五樓，我唔記得，十六啊，應該十六樓。肥佬問咗四個問題，主要第一個問題點解要移民啊？第二個問題點解加拿大？第三個問題點解多倫多啊？第四個問題係：喂，老友，你點準備喺嗰度點生活㗎？當時香港。其他圈子我唔知道，新聞界幾乎個個都講緊呢件事，拿住呢份嘢，因為當時新聞界嘅職位 journalist 咧喺個專業移民裏邊係攞滿分嘅。當時唔知點解加拿大覺得自己個國家需要咁多新聞工作者。我記得移民嗰日見面試嗰日，下晝2點鐘，我哋上晝已經去到中環。唔可以有差錯，唔可以有意外，唔可以有交通塞車，唔可以壞車，唔可以壞地鐵嘅。我人10點零鐘就已經喺中環 Exchange Square 附近，著名嗰個太極啊，單邊下勢嗰度附近，望見維港對面尖沙咀一帶，可惜江山如此美。97又到，當時不敢離開那個範圍。我吃晏就在 Exchange Square 那裡，二樓有間叫洞庭樓，就吃山東菜，不想走去第二道了，不想有任何的差錯。12點就吃晏，2點面試，1點半即刻埋單，不敢給 credit card， 我不想有任何的差錯出現。
我俾現金，唔使佢走，我唔中意找數，中間又出現任何嘅啊意外，一點半就已經喺個大堂度。搭電梯上去唔使一分鐘，但係如果電梯壞咗又點？如果意外發生又點？即使行樓梯，究竟要16樓行幾耐？我預埋呢樣嘢。當時大家都好悲情面對個畫面。啟德機場嘅離境大堂就係咁嘅模樣，就係杜甫寫詩呢兩句詩。所以我真係見過香港人用腳對共產黨投一票不信任票，一家人走入禁區，幾家人嚟送行，牽衣頓足難道哭，哭聲直上幹雲霄。道旁過者問行人，行人但聞點行頻，或從十五北放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李靖與果頭，歸來頭白還樹邊，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王開邊意未已。道旁過者嗰條路邊有個行過路嘅人，嗰個人邊個？咪杜甫咯。佢走過路邊，係過路人，見到咁嘅景象，佢問行人，問啲路邊啲人。簡單啲講咧，用依家嘅時間講，做個街坊啦，為老友，好冇啊？過者同行人，過路嘅喺路上行走嘅行人，互不認識，都係過路嘅啫，交談兩句啊，係嘛？喂，點解會係咁嘅？喂，係嘛？道旁過者同隔離嘅行人閒聊咗上嚟，行人又答佢。點行頻啊？咩叫點行啊？徵兵啊？徵兵點啊？頻啊？頻密啊 ？frequency 啊？大佬，民間不堪其苦啊！一個頻字點出咗當時時代嘅慘況啊，政策嘅苛刻。咁旁邊有個人就插嘴咯喎，啊！或從十五北放河，喂，你知唔知啊？有啲人十五歲捉咗去北邊嗰邊河西啦，北放河。有啲咧四十啦，又要去西邊做軍事工程喎、啊，但至四十西營田。杜甫本人冇講過一句反戰，佢淨係街坊，佢由街坊街邊嘅啲。角色小販、角色行人、角色走過嘅路人，自己表述自己知道嘅見聞，事實呈現你喺你眼前，由你自己感受現時政策嘅毛病。去時李靖與果頭，李靖即係李長，台灣仲係用緊呢個制度，一個區裏邊有個人負責當區事務嘅叫李長。住喺嗰區嗰個里長與嗰頭幫嗰啲被捉去徵兵嘅小朋友綁住個頭巾，即係大個仔啦，從軍啦，歸來頭白還樹邊。好多人翻屋企嘅時候頭髮全部白曬，仲要去邊疆啊，湛江啊，仲要去邊疆啊，出勤。邊庭流血成海水。但是武王開邊意未已，邊疆的戰事慘烈，死者流血好像海水一樣，一浪接一浪。武王開邊意未已，武王這裡不敢直接寫唐朝的皇帝，喂，文字獄啊，中國的政治裏面是不是說你反中央、啊、抹黑中央和地方關係、啊、幾大罪名、啊、有國安法、啊、他用漢朝來比喻唐朝，中國鼎盛嘅就漢唐啫，係咪啊？中文嘅學問，古代嘅經典鑽研就用漢學，華人就係用唐人，所以唐人街。但係研究漢學家係嘛？漢朝比喻，佢用漢朝嘅武王嚟比喻，開邊意未已，即係話係漢朝，好似漢朝漢武帝時期不斷地開拓邊境。其實直接批評的是唐朝的地唐朝的政策。
君賓民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荊棘，縱有健富把錯例，和珅龍謀無東西，方復秦兵來苦戰，避驅不易犬與雞，長者雖有問，亦夫有感身恨，譬如今年冬都未休關西卒，縣官急殺遭，你話遭税又從何出？君不聞，你知唔知啊？漢家山東二百州，華山以東兩百多個州嘅農家村落已經無人耕田啊，千村萬落生荊棘啊！男人去曬打仗，田地生滿咗野草荊棘啊！仲有健富把錯例，喂，即使有斗數裏面所講舞曲啊，助命嗰啲女人咁壯碩啊，咁捱得打兩除都冇嘢嗰啲女人，賴鋤頭努力更生，自己做耕田咯、啊。但係和珅龍謀無東西，農村男丁不足，和謀亂長，田間千麥不便。方復秦兵來苦戰，避驅不易犬如雞，比捉去當兵嘅喺前線勞役嘅程度，不易於農村雞犬，根本唔係人嚟嘅生活。長者雖有問，長者咩長者啊？老人家咯，邊個老人家？行人裏頭有個老人家係杜甫咯。杜甫雖然想關心一下，問一下，喂，真係有人虐待你哋㗎？喂，服兵役嘅人。亦夫感身恨，點敢答你呢？呢類咁樣嘅野禍搶身，係嘛？言語野禍，中國人幾千年嘅歷史，幾千年嘅文化都係呢類官差對人民，人民對佢哋恐懼到極㗎啦。邊有投訴機制㗎？你今時今日香港，你有冇警察投訴科投訴過警察濫權、過度武力啊？有冇用啊？亦夫敢身狠，依家咪香港人，你都唔夠膽投訴警察啦，係嘛？投訴警察拉埋，話你參與暴動，係嘛？切，好似今年嘅冬天，關西嗰邊都未停過徵兵，當地地方政府仍然繼續收税喎、哦。縣官急殺遭，你話遭税從何出呢？人都俾你哋捉咗去打仗，都冇人種田，咁點交税啊？租税從何出？千古嘅問題，唐朝農民問，杜甫詩人問，今日香港人都想問。你個行政搞到咁，市面搞到咁，基層嘅市民，一般嘅香港人點交税咧？成個市面俾你搞彎咗啦，咁你仲話交税？租税從何出咧？所以感慨出嚟，信之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由得嫁避論，生男唉沒趣百草。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呢、這個時代，呢、這個年頭，人人都咁講啊。佢話唔好生仔啦，你生個女仲可以養喺身邊。嫁俾隔離鄰舍，日日見面，窮咪窮啲啫嘛！一家齊整，生個仔，佢死喺邊你都未知啊！你睇下青海嗰啲古戰場，嗰啲戰場啲屍骨，到呢家都未有人收啊！生死嘅怨恨，點解我要死喺呢啲咁嘅地方？舊死嘅仲喺度喊緊，每逢雨夜寒風，魂魄嘅怨咒就好似。好似撲面而嚟咁啊！天陰雨濕聲啾啾。今時今日獨兵居行，各位香港老友，有冇啲 feel 咁咧？喂，嚇、啊，講下呢啲好唔好咧？成日講政治嗰度，我發覺好越嚟越憎厭。我做新聞做40年，唉，但係越嚟越憎厭。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啊！
大家都讀過啊，課文嚟嘅。你讀過中學就讀過㗎啦。我諗冇人唔識背嘅，同木蘭詞一樣嘅啫。Win Win Friend， 你交翻曬俾老師，好啊，好啊，冇問題啊！你離開學校，所有嘢交翻俾老師，都係冇問題。今時今日讀《杜甫兵居行》，總有點感覺。雖然主題唔同，啊，杜甫寫嘅係徵兵嘅苦況啊。講翻啲 positive 嘅新聞好唔好？我成日想揾一啲正面啲嘅新聞嚟講。呢、這個星期最令人振奮的新聞就是香港流亡海外的羅冠聰竟然在國際一本權威刊物 Time Magazine 時代周刊的 Man of the Year 百人志裏面經過450萬讀者投票他排名第一、哦、喂全世界的風雲人物啊你揀到排名第一不是一個人的偏見是450萬 Time Magazine 的讀者投票選出來他排名第一、啊、這麼多國際風雲人物呼風喚雨是嗎的人物羅冠聰竟然排行第一羅冠聰是怎樣造成的一個尋常香港青年公屋長大是嗎屋邨仔嶺南大學畢業不是劍橋牛津啊是吧只不過因為港共暴政苦難打壓成就了一個國際級的政治人物格局出來。如果2017年不是港共政權要 DQ 他這位立法會議員的資格他現在就大劑了他。佢而家面臨緊今屆屆滿啊！你是否去定是否留？俾人冷嘲熱諷緊啊！邊有政治能量啊？係嘛？苦難另一個27歲嘅香港青年，有到國際級嘅視野同姿態。香港局勢令人悲觀，但你睇下羅冠聰呢個例子，香港嘅苦難可能係修行。是提升我們這個城市格局的必然手段和過程啊，陶生說詩詞好是不是講詩詞挺好詩詞很多都可以講不過就好像沒什麼內容因為一講出來個個都明白的咁變咗成係朗誦啊！哇，咁樣呃食得唔得㗎？我揸住本詩咁讀俾你哋聽，你哋都收貨啊？有冇咁好賺啊，大佬？揸住本《唐詩三百首》或者《道詩鏡傳》，係嘛？講下初唐詩人，講下盛唐李道，講下中唐白居易，跟住晚唐李商隱、杜牧，揸住啲詩集，每次做節目朗誦十首、廿首俾大家聽。咁好唔好 OK 啊？咩冇乜好解嘅啲解乜？我睄來睄去，唉點解咧？啊，今日有個學生同我講，點解你淨係講赤壁賦唔講下赤壁懷古？我赤壁懷古白話文，你個點講啊？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裏西邊人獨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崩雲。喂，要咁樣咁就得噶啦，講咗噶啦。喂，咁總共點解啊？三角周郎赤壁都解啊！啊，亂石崩雲，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嗱、啊，你行去石澳，跟住入個石澳仔山道，去到盡頭嗰度冇路行，之後落去嗰啲石道，啲浪啊打上嚟嗰啲石嗰度，咪嗰度咁嘅景色咯。啊，周星馳仔度拍呢、這個拍咩電影啊？嗰套叫嗰套咩電影啊？做 Kelly 飛嗰套叫咩電影啊？啊，就嗰套嗰個景啊！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啊！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红脂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长路灰烟飞，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喂，就系咁嘅啫喎，咁啊，咁都得啊？咁得唔得噶？啊？沙尼話講乜都 OK 啫，依個係騙子，騙子嘅説話嚟，講乜都 OK 係。
好啊，我哋講翻內容先。由呢個羅冠聰嘅例子，俾咗我好大好大嘅正面睇法。香港嘅苦難係咪提升我哋呢個城市格局嘅修行途徑？三藏法師由長安十萬八千里走到天竺靈山，啊，經歷日日嘅黑魔考苦難，白骨精三次化身，化為情，化為欲，化為愛，蜘蛛精九次變身，話俾人間聽：當你有情，有情就會生絲，有絲就成痴，一旦痴住就走唔甩噶啦。有金角大王，有銀角大王，佢哋有條捆仙索，連孫悟空都綁得住，金金銀銀，神仙都走唔甩。喂，一步一腳印，十萬八千里，去到靈山，見到如來佛祖，如來佛祖俾佢一本經書，打開無字嘅無字天書，最大嘅秘密，最大嘅經典，唔喺個文字裏邊，喺邊度啊？喺經歷嗰度，喺修行嗰度，喺魔考嗰度。三藏法師原裝每鋪都錯，次次都錯。孫悟空同豬八戒每次拗，佢都幫咗豬八戒。孫悟空代表理性，豬八戒代表人肉。喺靈肉交戰、天人交戰嘅時候，每次都輸。三藏法師每次都錯，每次都輸。喺咁嘅情形之下，佢先真正明白修行唔喺經典，修行唔喺靈房，修行唔喺寺廟之中，喺人間。所以蓮花係佛教嘅本意，因為佢出淤泥而不染。佛教行人小乘自道，大乘就要走入人間普度眾生，自道道人，呢個就係佛教行人。我哋見到羅冠聰嘅例子，我諗起王國維喺《人間詞話》所講嘅：古今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須經過三種境界。第一種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就係因為昨晚一陣秋風吹落咗大樹密茂嘅樹葉，壞事帶來咗新嘅景象，茂密繁枝甩曬啲葉之後空咗，空咗竟然視野闊起上嚟。呢個時候原來可以獨上高樓。獨上冇人陪你，你要上你自己就上，獨上高樓，然後可以望盡天涯路。我哋平時活在順境繁華之中，怎會對人生有什麼領悟呢？對世情有什麼看法呢？生命的眼界豁然開朗，往往就因為我們的人生由順轉逆，繁華下落那個階段。西風凋碧樹，葉落了了，我們才懂珍惜。葉在這裡的時候從來都沒有讚過，落葉了才明白原來葉會落的。人間無常綠的草，人間無不謝的花。葉落了你才明白到，當你失去了生命裡面曾經擁有過的東西，你才明白眷戀和珍惜的可貴。這個時候你踏入第二境，衣帶漸寬終不悔，為衣燒得人憔悴。眼界開了就有追求的了。當你未開眼界，是不是營營役役，每日咁奔奔波波，衣食奔波，供樓啦，生活啦，儲錢啦，一年要去兩次日本啦。你嘅追求係乜嘢啊？去東京咯，表參道咯，周圍行下咯，食下嘢咯，沖下温泉咯，乜嘢啊？係嘛？就係咁咯，係嘛？準備買 iPhone 12咯，咩啫？但是眼界開了，追求的不是這些。為衣燒得人憔悴，為衣，衣是什麼來的？喂，是人來的，是物來的，是夢啊，還是你的理想啊？不是去日本嗎？不是自助餐啊？不是等 Legion 重開我們吃下他的 brunch 嗎？喂，不是這些東西啊，好像。為衣，為了某個人，為了某些物，
為咗某個夢，為咗某個理想，燒得人憔悴，呢個叫做痴。人都一定要咁嘅階段，我哋都有執迷不悟嘅過程。呢個過程最痛苦、最長久，可能煎熬你一生，可能過唔到呢關，可能永遠都唔會達到第三境。捱唔過呢一關，你永遠都唔會去到第三個境界。第三個境界係乜嘢？眾裏尋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喎。夢咁艱難，人生好苦啊，條路好崎嶇啊，點解每一步都咁難？放棄啦，我準備放棄噶啦。喺準備放棄嗰時候，無意之間個頭向外後邊擰一擰，蓦然回首，突然間無意個頭擰一擰，眼尾掉掉到嚇，佢就喺度咋，已經喺度，唔係喺天涯咩？就喺呢度。係啊，我哋太執著，我哋太執著於我哋預設嘅我哋經驗裏面嘅模式，以為理想，以為幸福一定遠在天邊，我哋摸唔到，我哋捉不及。我哋覺得步步艱難，我哋都人生崎嶇，我哋覺得好苦啊！原來我哋話追嗰樣嘢一直都喺身邊喎，係咪啊？原來佢喺邊啊？燈火闌珊處，喺下邊嗰邊個碌頭擺咗喺度，擺好耐啦，你冇睇啫嘛。三個境界，一環扣一環。每個境界都一定要自我完成嚟體會，冇人幫到你，你要獨上高樓。獨上高樓，只能夠獨上。經營一個事業，做一個學問，本來就寂寞，冇人明白你，冇人幫到你，不是一番寒切骨，哪得梅花撲鼻香？梅花嘅香係建設喺寒切骨嘅感覺上邊。如果日日朝頭早有人撳鐘送嚟一扎梅花俾你，你就唔稀罕嘅啦。你叫工人擺埋一二遍插起佢就算，你要自己踏雪尋梅。不是一番寒切骨，哪得梅花撲鼻香？你冇辦法感悟到複雜多變、悲恩交集嘅人生。只能夠講，從呢個羅冠聰嘅新聞，從黃國維嘅人間詞話，我得到個結論：香港唔會倒下，因為我哋有約。在煲底相迎。好，今天講到這裡。好了，今天講到這裡，我們下星期二再會。拜拜。